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ttis 阿里格秘密设计联盟，我是阿哲。今天我们来玩这个好久没有玩的 Little Inferno 小小地狱之火。然后这次只有我一个人在实况啦，就是因为就我们没时间团聚啊，就然后对啊，玩这游戏就是太久没玩了，所以只好这次我自己来玩。然后我们上次玩这个什么哦，55M 是什么东西？是55分钟还是什么的？管他的。反正就是，然后上次都是小王他们都在操控，然后只有我这负责看还有讲话而已，所以我都不知道怎么玩呢。总之应该就是先烧东西啦。对，然后我们就先破一下任务。任务在哪里？这边吧。对，然后我们这边都破很多了。然后 catfish combo。Catfish 所以是猫在哪？这是 Kitty 耶。Catfish 随便啦，那就先拿，就买啊，就买下去吧。Fish 这游戏真的是，我觉得这游戏是拿来练那个英文单字用的。有些英文看不懂，然后就要去找，然后就要学习嘛。这个还不错啦。可是 fish 在哪里啦？好了，刚刚找半天，我终于是找到了。这不点进去，谁知道这是 fish 啊？真是很那个哎、欸，就觉得就给你放进去就是了。那我们先看下一个任务好了，虽然这个应该很快就好了。下一个是什么 ？Being China Shop， 那个熊熊在中国商店是吗？熊熊 ，China Shop 啊，麻烦了，我们先来烧这个好了啊，烧进去，然后就给它烧下去哦，浮起来了哦，好了，反正总之我们是够了，真是。然后这个已经快要好了，然后 China Shop 我们再找一下 China Shop 呢，这个我发现我们就每个东西要点进去看一下 China Shop， 是个吗？因为搞不好它是 Made in China 的，这个烧掉了，咻，然后再看一下下一个是什么，Dinnerware 是什么 ？Dinnerware 是虾米啦 ，Dinnerware 是虾米。算了，我们之后再说。那个 cornflakes，flake 是什么啊？糟糕！先看哪一个？哦，是三个的。Ice coffee 好像比较简单的样子。对啊，我们的那个已经快建好。好了。这个声音有点猥亵。烧！看来不是，一起烧进去算了。干嘛烧？不该烧进去了，太冲动了，对不起。Easter Bunny， Easter Bunny 不是那个，是要兔子吧？那个Bunny在哪 ？Bunny， 然后那个有没有那个复活节的弹药？熟是这个吗？Spider Egg 跟 Egg 有关的，是有点想要拿去烧，那就拿去烧啊！还要等什么？然后 Easter 是 Bunny， 这边没有半只 Bunny 吧？这不是狗吗？这什么鬼啊？好慢哦，慢死了，直接买了，反正我还有那么多个，所以 Easter Bunny 嘛，应该就是这个东西了。OK， 给它烧下去，烧，我错了，所以 Easter Bunny 它兔子应该是对的，可是。另外一个是错的，这些啊，
这下是哪一个呢？是被洗去了。这个。哎呀，大，我真的不知道啊。没事。啊，刚刚什么事都没发生啊。反正我大概想了一下，就是自己的姿势之后，这个是餐具，然后这个是玉米片的意思。啊，我绝对没有作弊啊，真的。所以 cornflakes， 所以玉米片的话，我们要，可是玉米片跟玉米有点差别，有些玉米片根本不是真正的玉米做成的、啊。所以玉米片要配电视吗？不是吧？不是你还卖？啊，好了，来，反正就试试看啦。然后餐具，我们要找餐具。这个是餐具吗？不是吧？是哪一个？餐具还是又要配电视啊？对，这个。可是还有另外一个啊 ，ice cube， 这个，餐具，ice， 刚有看到 ice coffee， 可是哪来的 coffee 啊？这个也是很奇怪的，这个是什么？这个不是，这根本考验脑力嘛？还是要这个灯泡？哦，又开始啊，一开始要乱买，还是我们要磁铁？还是不是，还是我们要砖块，青菜啦，反正就是看一下，还在烧，所以这什么配电视的，应该是吧，烧，这个电视真的也怪好玩的、啊，又不是，气死了，一起拿去烧算了。看来餐具也不是那个 啊，不要，啊，算了，隧道是哪一个啊？气死我了，这真的是太难了啦，太难了。好，那 wake up， 按错了，对不起，啊 ，wake up， 这个嘛，还要什么？Sleeping Idol， 对，没错，这个我的预感绝对不会错的，这不对，不然是什么啦？那你不是啊？真的要点进去那个图片才可以看，是给他买下去啊，微蓝这个就是有没有错？哎，哈，总算有一个成就，真是不够久的。所以 wake up 要什么呢？这个不是啊 ，minimum 啊，可是这个好贵哦，60块啊，四个。回家去啊，不管了。再错的话我就无言了。好吧。我真的无言了。啊，不然的 wake up 是什么呢？浪费钱，真的是气死我了。还是这个 uncle 不是。是要哪一个呢？好了，这周再说了。我们先看一下其他的，所以我们这个对，所以他难道还有慢慢破吗？难道这些都是还没破解完的吗？不是吧？第二个餐具不是很简单？不是啊，这边完了。对，没错，就是这个，给他买下去，就给他烧下去吧。这一定不会错的，是不会错的。这是不会错的吧？耶，爽！
然后这能慢慢破了。Cornflakes 玉米片到底要什么呢？这是什么 ？Zesty Beetles。我相信玉米片跟这个一定没关系的。是玉米片哦。然后汤匙才能捞玉米片，所以是这样没错吧？然后钱就给他花下去了，不管他了。算了，好像他们好像都蛮快的，先捡钱好了。哦，那我还是不要放，以后不要放运球好了，就这样捡钱好麻烦。然后就给他烧下去吧，玉米片对不对？有没？气死了！啊，不然是怎样呢？我历史不安装。大家帮我想一下啦，玉米片到底是跟什么有关的啦？还是玉米加上这个碗，还是加冰块，还是这是什么？是，你也太晚出来了吧？你怎么那么晚出来了？你看我刚想半天，你知道吗？这太邪恶了！是哪招啊？这还真的要等哦，17、16啊，那解这个了。所以再看一下这个是，不管，我们先烧玉米片，气死我了！还没买玉米，就该玩下去吧。然后这个就直接剩7秒钟，那我们先看情况。Hello neighbor， 就有 Hello 邻居。Are you still there？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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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You're reading all my letters carefully。Right? No， 我一点都不。好了，你写的基础书没什么在关注。You're not just skipping through them and burning them out, are you？ 就什么？你不要一直烧，我都懒得看他在写什么。One day I might say something really important。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事。I ordered you something. Are you ready? It was today. Down your chimney， 就是直接烟囱哦。烧！为什么这个屏幕烧不掉呢？真的很奇怪呢。不管了，我们就来烧这个吧。Cereal， yeah， 过了，爽。这些东西都烧掉了，然后这是什么 ？Do you like your new creatures？ 哦，这就是新的那个背景啦。所以这应该就是解到一个成就就那个跑出那个来，还不错。It's not something like。We'll decorate it home. 就 I don't know, but don't worry. Yeah, fireproof. 哦，那个，对啊，他就是说他是防火用的。难怪我刚烧半天烧不掉，烧掉了。然后我们还有什么呢 ？Deadly fish. Deadly 是什么呢？其实我不知。fish，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 fish， 就是这个 fish 之后，然后 deadly 是什么呢？这种 this 寿司，好像臭掉的寿司。deadly 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什么 deadly 的东西。deadly， 我看我不太知道。这个吗？不是，这个。不是哦哦，没事 deadly 我刚刚又想到是那个致命的意思，致命的鱼吗？啊，致命的鱼吗？啊，致命的鱼，这个吗？这个是蛮致命的啊，还是这个哦，这个他是不是拿着枪啊？好像也不是，但是snake 是这个吗？会死掉的，来来看。然后这个也会，这好像也会死。啊，这个，发生什么事 ？Please， 还是我买太多了，真的。他说我太兴奋了。啊，这等一下再买啊。反正这个好像都没屁用，直接买啊。那现在我们就先不行，要先拿啊，下面一点啦，全烧啊，爽！
好，看来是没有了。然后 coffee 这边有没有个？哦，这个应该是 coffee。所以他这个还是这个，好像是这个、欸，那也太远了吧？所以这里是怎样啊？谁可以告诉我，到哪一个可以 deadlift？ 谁可以告诉我呢？就是刚刚，还是这个吗？还是，反正这买一次鱼啦，我们刚刚已经浪费掉一个了。这个要想想了。我们应该已经物品了满了，还没。那再买一个，这个我是看起来就是怪怪的。还是这个，不管，反正快好了吧，这好久哦，好久啊。这个好了，这我们就烧这几个好了，来烧吧。爽，爽哟，有屁用啊？还是那么有东西啊？算了，我们破下一个。Wake up， 不是有烫伤还有什么了？气死，还不是在 sleeping 的东西，不然是什么啦？真烦，骗哦，没事。这不是啊，这很烦啊。可是 wake up 要吃 cereal 吧，早上吃。可是我早上都从来不吃麦片，很少啦，在家里几乎都不吃的。闹钟，还是这个麦，应该不是我的相片。然后这几个东西，我想有点不想直接把它烧掉好了，我觉得没有什么用，目前来讲没有用。就只是放在那边占空间，然后放这个上去，然后再拿上去 ，OK， 烧，烧在这边去，然后什么事也没发生，然后这其实这冰块蛮烂的，这火一下就消失，那我们找一下好了，找，还是靠自己好了，算了，还是找一下好了啦。大概知道了，所以我们要买这个是那个 dead fish， 我们要买这个，这到底有什么差别啊？不懂哎、欸，这个卖了，我也不想浪费时间了，那我们就整个进去，然后就烧，没有用啊，还是要全部放进去哦。是这样吗？是吗？有了，够了，真是哦。好了，然后我们这个什么？可是咖啡在这个呢。那我们先破下几个好了，因为我觉得这 wake up 也要咖啡啊，因为我刚查过，不是，因为我刚就我的经验啦，对吧？Easter Bunny， 我们先破这个好了。Easter Bunny， 气死了！还是这个？是这个吗？因为我没有看哦，我没有看 Easter Bunny 哦，所以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呢。不然是什么、这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好了，那就这几个，就给它放进去。它有在烧吗？它有在烧吗？什么东西都没有。好吧，看来我错了，我又错了。Mr. Vanek。Liquid diet 是好多哦 ，diet 减肥哦，这个太难了。Egg，
Shake 是什么？哎呀，这个游戏，这游戏上是怎样啊？啊，完全不知道在干嘛啊！还是，完全都不知道，还是这个，不是吧？完全不知道他在干嘛。这是什么 ？Future Freeze， 好像那个碳酸饮料的样子，所以应该是 Freak 到，应该这个就是包括在里面。然后 Rick 可以带液体的减肥，那又是什么了？真的不解啊。还有几个？我们破到24好不好？因为我觉得25好像有点难。对，我们破到24好了。再去找你。我发现一件事，我好像这些东西好像都买不了，就是它都一定要破解过，所以是不是啊？是啊，这啊。啊，大怪小，你干嘛不告诉我？这些东西都是要买过前一个东西才可以买下一个。你不知道破多久吗？哦，好了，我大概会玩的啦，就赶快跳过吧。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很关键的东西了，虽然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然后 wake up 就是那个闹钟，其中这个，然后我们就赶快快带过了啊。这个就不要紧，去拿去烧好了。我们不要意味着只是破人，我们要看每一个东西的功能才行。这是什么？哦，啊，帅，不错，就赶快买下去，然后给他烧。这个还能破的，烧。再放进去，放哦，爽。再看吧，还有什么？还有，刚那个蛋就是那个呀，复活鸡蛋。这个赶快速过，总算有点顺利了。啊，我只能耗那个。上面那个，这个起码那个资料被我花完，这個、就放进去了。爽，好多哦。然后这个，我还有剩几个 ，iced coffee 啊，对 ，iced coffee， 就给它放进去吧。这 coffee 快点啦，快点 restock， 快点，这个是什么？我们先烧起来看。哦，帅！好，那我们就 copy 应该好了。对，好了，就是快点啦！那好吧，这应该这玩就24个了，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烧完这个就准备结束这个实况。哦，怎么冰冰的？这我全部拿去烧了啦，不管了。烧吧！哦，为什么没有那种爽感？完蛋了！等一下，为什么 ？What？ 我不是拿去烧了吗？犯亏了！你知道这多久吗？啊！那我们就等吧。哦，好了，刚才等半天，原来没等到，气死我了。好了，浪费时。你就放进去，然后这些也都放进去。然后哦，冰起来了，原来是这个冰块在作祟。啊，好了，那我们咖啡在惨叫。那我们今天的时光就到这边结束了。那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